喂，Hello， 咁多位早晨啊！呢出戏咧，本来我系打算即系问我老豆好唔好睇，然之后咧，因为我觉得呢出戏咧就系好难啊嘛。咁咧，我就谂住咧问我老豆咧，即系出戏好唔好睇，然之后咧，即系引发佢咧喺度怒屌呢出戏咧，咁我就录音同大家分享咁样。但系咧，即系我估都估唔到咧，我问佢好唔好睇咧，佢话出戏几好睇啊，睇得过啊，咁啊，哇，我搞错，黐线啊！哇，咁嘅戏都睇得过，有冇搞错？我谂住佢会好失望嘅，点知佢又唔系，我真系捉摸唔到佢口味嘅。即系而家大个咗之后，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我哋睇戏嘅口味咧都几相近嘅。而家大个咗就唔系嘅。不过 anyway 咧，咁我啊讲点解我系咁唔中意呢出戏咧？咁咧即系佢个故事咧，我就唔 summarize 啦。其实都咁，即系你睇过前面嗰三集嘅话。咁你都知道大概啦，就係讲史泰龙佢有 group 人，咁呢佢成班老嘢呢就係啲好劲嗰啲，即係类似雇佣兵咁样嘅呢，咁呢就然之后咪去打坏人啦，拯救全宇宙，大概係一出咁样嘅电影啦。咁呢出呢即係类似都即係都係类似咁样嘅状况啦。咁佢大部分嘅场，即係佢主要嘅场景呢就係喺一隻好大嘅船上面。咁即係佢哋成班人就係共嚟共去啊，然之后杀啲类似恐怖分子咁嘅人啊，咁样囉。咁然之后即係打起上嚟大爆炸咁样。即係你就係睇嗰类，你睇呢出戏你都唔係睇佢嗰啲。那個故事的啦，你係咪即係你睇佢嗰啲宇宙大爆炸，即係嗰啲硬橋硬馬嘅嗰一啲嘅動作啊？即係如果有得你睇嘅話，即係咁樣啦。咁啊，呢出戲咧，即係我覺得咧係有啲咩問題咧？因為咧佢呢個成個系列咧，佢開頭嘅時候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 idea 嚟嘅。咁咧即係佢就係史泰龍咧，就係即係揾咗炸，即係除咗佢之外咧。就貌似咧，即系事实上都系，即系已经过咗气嘅，即系上一代嗰啲阳光味好重嘅嗰一啲嘅动作明星，即系成班人走埋一齐咧，就系拍一出动作片咁样样啊。咁咧即系佢咁即系佢可能系围到条数啦。咁即系可能系即系佢，即系可能嗰啲演员，即系讲到尾都已经系过过啲戏啊，咁啊，即系倾价咧就系易商量啲啊，咁样样。咁即系佢系拍得到一出戏出嚟，即系佢里边有好多嘅明星，咁好多嘅观众咧想睇嘅话咧，佢又睇得开心、啊，因为咧即系你话嗰啲明星佢过咗戏，但系即系对好多人嚟讲系有个怀旧嘅情意结啊嘛，系嘛？即系由细睇到大，哇！我想睇史泰龙再拍即系啲动作片，系嘛？即系 Jet Li 都好啊，系嘛？龙格堡啊，正啊，系嘛？即系苏联佬啊，嗰啲咁样样，系嘛？即系而家老咗个样，咪仲影，系嘛？都依然好大只啊，好睇啊，系嘛？咁即系好多人系想睇嗰啲啊嘛。咁咧，佢成个系列咧，即系个 idea 都系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去到第四集咧，就完全系变晒质，即系我觉得系，即系首先咧，即系好多，即系冇阿洛舒华新力加啦，即系首先系嘛，咁即系你系估唔到嘅咧，系连史泰龙咧，即系佢嘅戏份系得好少，即系呢出戏里边咧，即系佢只不过系一个茄喱啡，即系其实系佢嘅戏份系好少。咁但系咧，即系佢个剧情咧，即系有交代点解佢嘅戏份都好少咁样样啦，懒系。但系你作为一个观众，好明显你就意识到，唔系因为个剧情需要，所以佢嘅戏份好少，而系请唔到佢拍咯，即系纯粹系，唔知啊，因为我唔知系因为片酬嘅问题啊，或者即系佢对于呢个系列即系已经系冇兴趣，即系佢唔想参与咁样样，即系你。即是因为一些劇情以外的原因他的戏份得很少，是其他的考虑因素， 他又勉强想拍，即找他客串一下，即这样样。但是讲到尾就是史泰龙他的戏份得很少，是但是呢就在他的宣传品上面呢，即他都是排头的，即例如你看这个 poster， 他的名字都是排第一的，不是排第二，即是起码 OK。系嘛，即系排好头咁啊！即系你以为佢即系佢点都系主角之一咧，佢唔系，佢系一个茄喱啡嚟嘅，即系只不过系，系嘛？
咁啊，佢咁佢有添一啲即係其他嘅演員啦，梗係。咁但係佢係添佢喺呢出戲裏邊，即係佢有好多其他主要嘅演員咧，佢哋根本上就唔係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即係上一代嘅嗰一啲嘅啊動作明星，嗰啲從來都唔係動作明星。咁啊，呢 50 Cent、Megan Fox、Levi Trent、OK。Levi Trent 我是很喜欢的 ,ok, 即是他由小到大呢即是我都当他是女神一样的即是他甚至乎拍鬼戏呢即是拍那个乜鬼戏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即是我觉得即是他在里面呢都超靓超性感是即是女神这样的级别。喂大佬但是即是但是他不是龙格堡因为我看这个系列我不是看女。因为我不是看 model, 我不是看 rapper,ok,、okay? 我是要看龙格堡啊，即系阿洛舒华辛力加，即系我系睇嗰啲啊嘛，即系我想睇系咪？即系 Jason Statham， 即系都勉强啦，即系都系嘛，即系都似少少，或者 Tony Jaa 都似少少咁样样啊。OK， 猛车边啦，即系嗰啲算系。咁但系即系 Megan Fox 就肯定唔系咯，有冇搞错啊？但系佢喺出戏里边咧，佢哋系有出行动噶。即系成，即系佢里边有好几个镜头咧，即系成扎人排开咁样样咧，然之后向个画面行埋嚟慢动作，然之后有啲懒型嗰啲音乐响起咧，企喺中间嗰个 Megan Fox 佢带头嘅，佢 team leader， 黐线。喂，我睇呢个系列，即系呢个系列，你睇佢一，你唔系纯粹当佢一个动作片啊嘛，即系佢里边系有一个怀旧嘅。基因是很核心的嘛，即是他是吧，即是如果他的系列，即是他的戏是搞到这样的，即是其实我都可以理解，即是为什么史泰龙呢，即是他哎，真的没搞，不想演，不是很想演 Fox， 因为我都可以理解的，真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我想这个系列他继续不到了，找鬼看嘛，大佬，是吧，你这样搞法，那他那些的佢嗰啲咁佢裏面呢嗰一啲嘅動作場面呢主要呢即係都仲係 Jason Statham 去負責嘅。咁但係即係其他即係啲唔係拍開動作片嘅嗰啲咁即係佢哋都有一啲動作片嘅即係佢哋可以 manage 到嘅。咁但係佢喺畫面上交代到佢 manage 到佢做到嗰啲動作出嚟唔代表我作為一個觀眾我想睇㗎嘛。因为我不是特别想看的，其实是，所以我觉得连那些动作场面都是麻麻地，他有一些望落是像动画合成的动作，就是那些大的动作场面，我都有时你都因为他去得很快都看得不太清楚他究竟是真的用了一些动画合成在个背景啊或者咩，定系佢拍到好似咁样样，咁但系对观众嚟讲系冇分别啦。你拍到好似咁样，就算你系真嘅，咁你唔应该拍到咁假咯，系嘛？即总之就系拍得唔好睇嘅啊动作场面嚟咯，即系嗰一啲系嘛？咁我觉得咧，即系佢成出戏咧，唯一一部分系打得比较好睇嘅咧，就系、是、近尾。即係嗰一個嘅Jason Statham 同嗰、那個那個名字我唔記得咗啊！即係嗰、那個那個 Malaysian 嗰個識打功夫嘅嗰、那個，佢哋兩個咧，即係喺度拳腳打咁樣樣咧，即係佢哋揸啲短刀啊，即係短距離咁樣打，即係我覺得嗰 part 咧就係拍得幾好睇。所以咧，我睇到嗰一度咧，即係我自己心諗，咦？佢终于拍到呢度系几好睇喎，咁但系衰就衰在咧，佢打咗几下咧，好快就打完，屌有搞错，咁快打完咁快收皮嘅，有冇搞错啊？系嘛，你好睇就打耐啲啊嘛，俾我睇多啲啊嘛，系嘛，即系我觉得系好烂咯，成出嚟系嘛，即系我觉得系一出好差嘅动作片啦，系嘛，咁你再考虑到。即係佢連嗰、那個即係懷舊嗰種情懷啊！即係佢都自己抹走埋咁樣樣，咁係扣好多分咯。即係令到成出戲，咁所以咧，即係我俾佢評分咧，佢又未去到爛。OK，
我在我心目中呢，即其实他是 D 的，即其实是不值得看的。但是呢，即其实他又不未至于难，即他都有那些动作场面，即可以看一下这样。所以即我想是 C 减。但是、在我心目中，即这出戏的分数其实是真的很低的。